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芝芝老师。今天很开心来到 Boom Boom Music， 与你分享我与阿奇的美好故事。一开始我想学大提琴，是因为它是必须得坐着的弦乐器。那一开始我就抱起来，舒服，又符合人体工学，好像也蛮好睡觉的。那声音又符合人声，又好听，所以我就这样一路学下来。那阿奇呢？如果历经许多酸甜苦辣，不管是旅行呢，还到处表演，还是陪我风吹日晒，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喜欢大提琴，我可以教会你除了古典或是流行，你任何喜欢的音乐。如果你也喜欢大提琴，我在 Boom Boom Music 等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我不跳舞了，再见啊。